哎，大家好，这是 Linux 回得来原神的游戏视频。哎，现在呢是 3.8 版本的尾声，还剩下两个活动任务。这边有一个呢是已经快过期了，我们这期呢是把它做一下。看一下，说是离月的冒险家。为什么在须弥？不是璃月的冒险家吗？哦，来自璃月的，好吧。前一句话听着还挺合理，这个后边就直接须弥的地图交给璃月人来负责。难度有，这是战斗活动吗？还是一个？哦，这等于是这个敌人的等级还是给设计好了的。就等于这是一个战斗活动，好吧？这是在哪儿打？哎，哦，他刚才那个人提到了一个，说是有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一个勘探家还是什么，让我想起了之前在这个曾经剧院遇见的那个，好像叫志琼。勇气的余晖，我记得他那个任务特别深刻。恢复生命值，不太清楚他指的是，总之让我回想起了那个人。部分低于生命15。不重复角色达到10位，这是什么？4个非重复角色，就是我要配3个队伍。就是有3轮，那个奖励是怎么弄来的？就是10个
无重复角色，小静的深谷是，哦，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先最高难度试一下，队伍配置。这个敌人这边，史莱姆、炎龙蜥这边打绽放，这两个，这个用温迪对，这个是万叶，都是冰的怪，可以上香菱。第一个是上温迪是吧？温迪，这个第一个可以冰冻吗？感觉可以。哦，这个还是这么给，就等于是你先四个，然后给你这么一个东西。我以为是一上来都有，然后你随着重复的角色变多，它会给你消。好吧，但这个队伍没有问题吧？我第二个队伍如果是直接说是上万叶跟香菱，这些人应该是用不到。第三个说我是打，这怎么讨伐列表？打一个草系队应该也是用不到。不好，这帮角色的装备。不会是？这么一个设定，好吧。等这波之前说是用香菱，主场。都是普通攻击，这个倒是可以，灵人倒是可以用一下。哎，怎么直接就开始了？我天！那这个人不过来。
为什么这个反倒这么快？但是一堆史莱姆配一个炎龙蜥，这边问题是有多少的史莱姆，多少的炎龙蜥，这是哪个多？我是这么配还是这么配？这是但是重击会出冲击波，这个应该是一个 AOE 伤害。为什么又是就这个颜色的？什么都看不见。结果第一个队伍应该是我没有配好，它是怪太少了，或者说应该是第一个队伍的那个怪的血量是不太对。现在是一只血特别高的怪配上了好像是数目不多的血特别少的怪物，就导致最后剩一只怪的时候，这个冰冻的相当于输出就已经降下来了。可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很多。他写的是95级的怪，但好像是就是普通的95级，并不是螺旋那种强度的95。这个就是我就在一个地方打是吗？强力战技是什么东西？这个打草系队，这个打冰冻，然后我想不到一些其他的队伍了。主要是我可以配的其他的队伍是雷系队，但是雷系队你要么用水系，这个跟草系冲突，要么用这个叫什么雷草的反应，我忘记了。那个名字 Aggravate 忘记了中文名字，他的总之也是跟草系队冲突，唯不冲突的应该是冰冻队，是自己的一个配队。火系队我是这两个人不能用，但是我有灵人应该倒是可以。岩系队没怎么练，我估计也是不是特别的靠谱那种，队友间还是有冲突的。等于是这边都是雷系，我猜我打一个草系的队伍在这边是不错，这边应该是打冰冻可能好一点。这个雷秋秋应该是岩秋秋可能更弱一点，雷秋秋更弱草，等这边我留给火队。
我跟其实感电我也可以这么打。但感觉还是火系的输出更强一点。这边如果人少的话，其实感电也可以，但问题我还是怕最后剩一只怪的时候，这边就是，包括这边北斗伤害也是打不出来。我估计这个感觉最悬的这个组合还是用火系吧。为什么找不到香菱了？这个数字多的什么都看不见。这就是数字太多，什么都看不见。这个人在干什么都看不见。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風の雲の熱々でしょねせえそれよ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たりよ刚才循环应该是我是有一个是错了，这个对循环不好，应该是我没有循环好。我才想起来，我是上一个版本是抽莱尔海森，其实可以这么配。不过他应该是装备我没有换，应该是武器没有换，估计就算了，毕竟不是常用的人，这个武器。我都不清楚这边就是你在这边打的时候可不可以临时的调，我猜可能不让调，因为它是，就是你这种你已经用过人是可以再用，如果是可以调的话，估计可能不太对。那等于是之前说什么，这边是打草系队，有个这个丘丘王，我猜可能还是打单体的，就不打 AOE 了。然后最后一个队伍。打个冰冻应该没有问题。無我の境地逃げ道は左右ルコン終わりね撤収いたがっちゃいますかは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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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是最后是一只大的配。之前这边是有这个法师，所以是盾比较难。这边没有法师。競争よ、部外者禁止。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一緒に遊ぼうよ。風だ。これが運命です。魂の。足元に気をつけ。
岩王帝君のために天心直走一緒に遊ぼうよ逃げようなヘッ運命には逆らいませんん？お触り禁地上还有那个冲击波，这个就倒还好，反倒是第一组是最慢的。这是第一组是最难吗？还是说每次就是好像是第一组我的就是战斗的这个节奏还没有进入状态似的？我刚才第一组那个循环确实是错了，中间有一集我记得好像切到万叶，我是想选 E， 结果都发现还在 CD。愣了好几秒，命中后爆炸，元素爆发，这个东西是你一碰到就炸，还是说碰到之后它会有一个引爆的时间啊？会随时间流失而减小。这个是一定会中招吗？火、哦，这个有点恶心啊。这个我打冰洞，我怕球不够。这个怪，我它如果是一下出两只的话，我想用感电来打。这个留着还是香灵的蒸发，老师不太清楚这些怪有多少。这个是基弩，为什么叫基弩兵？叫弩兵就完了，基弩是什么东西？这是个远程的，可能也不太好聚，倒是有万叶，我觉得这边可以，这边改成感电，但是少一个草系队。但这边我觉得纯冰冻我就不用带水了，但需要带一个这个蛙，死完之后好像会爆，确实飞的那个好像是蛙会爆，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会爆的吧。这个用吸吗？感觉也吸不住。配个钟离。功能应该够。岩山八九，いでよ、競争よ。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おとなしくしやがる。風邪ひくなよ。と、やっ、て、命ずる。や、これ。難攻不落。風雪の縮図。この瞬間、お前は永遠に生きる。剣女万弱。無愛石。いや、岩王帝君のために。おとなしくしやがる。難攻不落。好吧，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地上说什么有那个。这个地脉异常是什么东西？好，还看不了了。
总之说地上出现了地面异常，我都没有看见，各种动画效果。人这边是用感电队，最后一组拿火系队，应该是角色不冲突。哇，这边我是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北斗的，我现在好像带的，因为我能查看角色吗？查看不了。北斗那个武器，我带的是那个叠层的，什么还叠不出来？这样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了，这个好恶心啊！这个官方我觉得。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再确认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怎么那人跑了？よく見ておけ。安全距離確認。夜の幻影。这个人，怎么回事？这怎么被冻住了？这个人是冻着的吗？这个摄像机能不能不要越来越近？然后这个怪一直，这个那人呢？死了？怎么感觉北斗这个东西没有打到？这个打的特别不好，北斗完全这是。北斗剑应该就基本没怎么发动，三尺の修士全力攻撃だ。もう風の赴くままにお道を。はっ、ルオパー。怎么这么多血？風の行く先を。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剣を得よう。と。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ですよ。おお。全力攻撃ますよ。風を知れ。雲。カリ。神里。水友。为什么我的？我刚才灵人开大，我没有回血，是因为他被推出了那个范围。倒是一个久违的一个战斗内容，还是比较喜欢战斗的。但是目前这个游戏战斗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满图的伤害数字特效，什么都看不见，根本就不清楚敌人是在做什么。再加上你角色开大也是有个动画，你动画的时候你也不太清楚场上发生什么，经常是动画完了敌人攻击正好打到你身上。就是由小兵跟首领，现在是要小兵杀了把这个 buff 移除。
两个血多的带火盾。冰片面花这边有点，这组怪是最好冰冻的，但是他带了冰的怪，不太清楚他抗性有多高。这感觉上如果风系破一次防应该是伤害够，但就怕这个数量特别多。这些是重型敌人，我甚至是可以带雷火打那个爆炸，那个东西叫什么，超载。这个怎么弄呢？这个草系队肯定是不行了，火系队也有点悬。其实刚才的感电队我感觉上带好像可以，正好是有水系克火，然后雷系的话费希尔其实火他打元素反应还是蛮快的。那这个怎么着，这边用一个火系队，这边冰冻，这个冰冻感觉这怪可能比较少，而且不一定能吸上。但是这边是感电，我的这个效果是什么，精通提升可以。草原核，等一等这个 buff。接下来是什么？我做个试验，现在可以换吗？现在换不了。本来是想雷电将军是可以驻场打输出，因为正好打这边跟火元素打了爆炸，那个怪也不会被震飞，应该是比打纯相灵那个队伍要好。或者改成打草系队，伤害高点，这边是打 AOE， 这边要是两个冰的话，其实我打把火系队放到这边也可以，但这边感觉上这两只怪应该是更偏向单体输出那种。这边要是打 AOE 的话，等于是相邻队放这边，那这边我放一个草系的队伍。嗯，行秋用了，就两只怪。炉の目が出るからね。捕まえた。
昇竜水泳。痛くしちゃうかも。ふっ、かかれ。ふっ、三尺の中枢。せふふ。糸よ、光沢せよ。捕まえた。裁きの雷槌、稲光、すなわち栄。钥匙呢？你是两个冰怪，这边是配火系队。突然短路了，这边的驻场是谁来呢？脑子短路了，这个真的是成火系队了。他的大都没了，这边的怪也还 miss 了一个，这边能重来吗？这个循环真的是。这是我的问题。而这个怪也是不太好，很多怪打完之后它在天上乱飞，胡桃就是最怕就是这种情况。连这边还是单只怪。这两个并不是一起刷的，其实感电队也是不太好。我甚至可以把感电队放这儿，这边这个怪应该是很多，至少北斗是可以弹上。但问题还是我二号队我放感电，他那个北斗那个剑的那个 buff 是出不来。这个的话，这边我刚才就是我水系节奏用完了。或者打草系，这三个人可以配，但这边这个我用不了，这边我必须带一个水的。等于草系可以打这儿，等于这边是火系，对，我把草系队放这儿。主要是草系队是这么配，
我看一下啊，我草系队，如果我配这么一个草系队的话，第二个队我是可以这么配，配完之后还差一个什么呢？这最好是来一个破防的。或者冰冻队不冲突，这组索性打冰冻得了。这边草系队火系队放这儿，这组我直接冰冻了。这浪费了好多的输出啊，就是纳西达的意义本身是可以到放其他角色的时候，像这现在这个情况，就这个伤害数字，我的这个游侠在做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这一组刚才说是打火系队，循环是对，至少是好久没有用，现在用了几把之后，至少手感是回来了。你最后打冰冻，冰冻队是我用的最多的。这么近打、啊、本身打得不错，结果这个蘑菇不禁术发生了什么。我感觉这个怪它有个问题，就是它刷出来的之后，我可能我上一个丢循环可能是我刚好循环到没有水的那一步的情况下，可能就刚好他们是一直动不住，然后就失控了。
还剩最后一个。四秒受到雷打击，外围就是你不能去外场。扩散冲击波，火漂浮灵，这我直接冰冻，冰漂浮灵，这组要打草系，帮人形怪，这组我可以打火系，这组打冰冻是没有问题的。这边打火的话，这个可能会被震飞，其他感觉还好。就是这一组是打冰冻是最适合的，都是一帮人形怪，当然也是怕这些怪特少，然后最后给你，好像目前的一些他刷怪的情况，好像就是这边是刷一只怪。那这组怎么打呢？就是刚才我说是什么，这边如果是打冰冻的话，这边要打火系，对，这个可以晃。感电，老师刚才想试试新的组合，结果就是主要是这些水系角色跟好多的队伍都是通用的。我还是确定下来吧，就是确定我肯定要打一个冰冻队，因为冰冻队它是自己的角色，是不会占互相占用，所以说冰冻队先定下来。然后火系队的话应该是 AOE 很强，这种任务应该是很占优势，而且这相邻可以绑一起，就你们仨绑到一起。最后一个是不是万叶其实都无所谓，但应该这么配最好。砂糖的话是可以往感电队 那里面配，那等于火系队打这组怪。现在问题就是这组怪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如果是打 AOE 的话，我可以是草系，我打一个草系的 AOE， 但是问题是托马我现在可以退出来。怎么看？这么看，我现在都甚至想，我是不是要我升三个西风枪？这边换来换去的也是，其实两把应该是够用。西风武器真的是太万能了，很多情况下你懒得配装，你就直接是。这个角色你不清楚给他什么武器，你就直接塞给他西风就完了。那等于是这一组是我打草原核的，这个是怎么着？这是火系，这个是冰系，对。什么？那个增幅效果是什么来的？攻击力扩散，好吧。这个真的就很无语，打完放完大直接中个招。
律令に従え、魂よ。ここだ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運命には逆らえません。運命の巨人。おさわり禁止。命ずる。はっ。ふう。ついていきます。怎么回事？我动不了了。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ですね。部外者。競争よ。決心となれ。足元に気をつけ。これが運命です。这个刚才这个东西吸，就是外边那个东西，我连往外跑都跑不过去吗？那我这个温迪的这个龙卷风怎么吸啊？这组是打火鸡队。第二个怪就满足飞。風の赴くままに三尺の修正。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れば。雲が借りなくとき。熱々でしょ？師匠の技をくら。剣意のよう。安らかに。いざ風を知れ。はっ、全力攻撃だ。もやもみちがう。那这个我能跑出去吗？我可以跑出去。那刚才为什么我被卡住了？行こう。东西呢？那个隐身的人嘛，天哪，这个瞄准真的是太强了。就这样吧。这样没了，等于是一共五个战斗。可以，这个倒是，我感觉现在已经是版本比较，就是多了，所以说现在是官方活动出现了这种需要你配三个队伍的这么一个组合，我觉得倒也是能接受。我这边应该也算是，其实我是比较懒，就是我去懒得去弄一些其他队。其实主要这边我现在觉得是什么，就是我角色的数目应该是够，但是问题是我圣遗物跟武器的数目是不够的。毕竟圣遗物你已经有了一套很好的，剩下的一套呢估计可能也就是现在是你搁在那个人身上，就是不要让他裸奔那种。但真正说你真正打起来的话，还是肯定是换一换更好。那目前很多情况，包括这边这个活动，就是你在这个页面你，我是没有发现是我 miss 了什么东西吗？就是不能在这个页面你去换角色的套装，那弄起来就很麻烦。
其实可能你刚才我在战斗中，现在是我这个队伍已经出过了，然后我再去临时的换，可能是会感觉上官方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你比如说这边雷电将军我现在是一套精通的一个配装，然后之后可能换我跟香菱我去打一个输出套装，可能感觉上有些不平衡嘛，就是这个角色太万能了，可能你限制起来，但是这个界面我觉得你限制套装只要换起来 我换一换觉得会很方便。最主要情况就是你像这边我阿尔海森我应该是可能跟纳西达我装备通用，或者说可能就是这些冰冻的人，这些冰冻的人应该是我装备通用。我刚才我应该是之前应该是这个版本凯亚他有新的服装嘛，所以我应该是把神里的所有的包括刚才看那个剑我都是应该是我把神里扒下来我给凯亚装备上了，现在应该是神里的装备是基本上是就是没法看那种。但是刚才我是正好是用就是那个配对我是可以用上凯亚，现在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你打到可能你没有规划好，你打到第三轮了才发现哦这个我想上凯亚，结果发现他没有装备，真的是有点难受。这边很多活动其实现在你角色配角色多了这种三个队伍的东西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现在是能去让你有更多的思考吧，就是去思考怎么配不同的队伍去来解决这边这个战斗的一个他的敌人的一个组合。但现在我基本上我万年基本就是我一直在用冰冻队，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最后一个人呢，就是因为他对跟队友是不冲突，然后基本上我配好之后这些人的装备我是基本上是不用变的，就等于是这个并不是说是我可能冰冻队确实是好使，但是我感觉我最用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装备是固定的，不像有些队伍尤其像这边雷电将军其实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他是两个配装，一个是打输出一个是打反应，可能这弄起来就会比较麻烦。总之是随便抱怨一下，感觉上这边三个队伍这一个新的我应该是没有记错，这应该是首次可能是鼓励你用三个纯三个队伍，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有那种就好像是你上一关的人物他好像是这边连线可以连到下一关，但是连到下一关之后就没了，就可能有些人可以连三次，有些人可能只能连两次，甚至我觉得变相的可能是让你配一个两个半队伍最多，可能这么一样子，现在是非常的自由，可以是让你纯配三个队伍都没有问题。我这边人物配装什么换起来真的是太麻烦了，还是希望吧，现在应该也是官方 4.0 版本的这个预告什么已经出了，应该是好像是有一些我不太清楚现在能不能看，好像是没有，应该是有一些就是系统优化之类的东西，我感觉上还是有一些提升，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像这种套装的一件换装或者是一个套装的一个就是记忆，类似于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快速换队伍，我希望弄一个快速换套装的功能，也是一直还是迟迟的没有，总之也算是有点遗憾吧。这样基本上就废话到这儿了，这是目前应该好像是版本的倒数第二个活动了，应该是这个，下一个有一个什么传新同事不太清楚，感觉上这应该是比较休闲的这种，应该不是再是战斗了，总之这个东西呢到时候录一录之后还有个邀约没有录吧，还有一个凯的邀约，总之呢是基本上这边应该是 4.0 新版本出来之前我至少是把这些东西给做了，然后之前我应该是提到了一个就是须弥的探索，我本身是想给他探完的，但是后来呢我是看见了一个什么情况，是官方 4.0 版本公告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系统更新，说是 4.0 之后呢是会更新这边地图的地下部分，就相当于是像这些地方我探索起来应该就是会非常容易，包括之前在虚弥的这个雨林我做森林书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地方都是像这个什么绝望之殿这些地方都是地下的内容，
没有地下地图真的是探起来总之不是很方便。我觉得既然现在官方 4.0 的预告说是这边更新之后呢会把之前的这个地下地图也加进来，我觉得我就是等这些地下地图加进之后吧，我再回来再探索这些东西。我感觉上应该也不是说 miss 有太多的内容，主要的探索应该是都已经做了，总之是这么一个计划吧。然后这期呢就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